吴磊因主演《旋风少女》成为当下最嫩小鲜肉，虽然才16岁，吴磊却早已是拍摄多部作品的老戏骨了。目前郑恺吴磊微博互相关注后，更是有网友爆出郑恺吴磊早年的剧照，看来是儿童时期的吴磊与少年时期的郑恺，不少网友感叹真是穿越的即视感。一时间，郑恺吴磊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第一的位置，更是有细心的网友翻出郑恺10年发的微博：“谷歌2年没见你，看来你发育的不错。”我说凯叔啊，这5年过去了，恐怕再见到吴磊，你还得做好心理准备吧，毕竟人家现在都已经是比你高的小帅哥了。不少网友也是纷纷调侃：“哇，郑恺瞬间变叔叔了，原来时间也可以不是一把杀猪刀啊！”其实不止如此，网友们更是扒出小童星吴磊又时与范爷、胡歌、李宇春等人的合照。小编终于有底气说出那句：“那啥，吴磊，我们真的看着你长大的。”芒果捞新闻，原来吴磊才是童星的正确打开方式，报道。